好，我是橘子。这会儿在弟弟那个工作室下面，我要上去给我们那个代理拿两箱饮料，因为过年这段时间好多朋友都吃的比较好，然后就长了一些肉。现在立春了，猪肉的季节马上就要到了，好多朋友自己的身材开始有些烦恼了，所以说这段时间带你们补货也特别勤啊。我现在上去顺便看看弟弟他们拿的新衣服啊。哎，哪件好看？这个好看。好看啊。嗯。我有想死你了。我觉得这外拍好看，叫纺秋服。原来是过来拿货的，他就是想过来买衣服，然后顺便过来拿一下货。接到拿货的那个机会来买衣服是不是？可不可以买？对。他想起多嘛，一下子年轻了。没有，也不是他我，意思就是把那件衣服买了嘛。我衣服放大一点。肯定呀，要放个衬衣。嗯，好洋气哦。啊，好看。嗯。啊。这件好看。真的还是妹妹的眼光好啊，拿的衣服都特别好看。我都觉得，每次来穿衣服就。我穿起我的衣服来的时候，我明明是也是在那里买的，但是我在屋头去穿了衣服以后回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又是从农村的进入这大城市，我的衣服又要不得了。这是小县城，还没到大城市。哈哈哈哈哈。那确实啊，你现在这个衣服真的比之前那个要好看多。嗯。好看，这件真好看。好看啊！我把那件拿了。这就得看你了啊！还是照顾一下兄弟陪你嘛。你要觉得自己喜欢才买啊，你不要勉强。不要，我就喜欢。我只是说个借口嘛。我们之间不需要陪大家了嘛。他总要给自己买衣服找个理由噻。就是嘛，你天大喜欢就自己买嘛。把那两件衣服给我抓起。把名字写起，交钱我走了。钱一个多吗？走了。微信转蛮是，少了你给你钱。亲兄弟也明算账，你谁是他的？你个算的可亲了嘞！你谁是在那个？本来只是过来给代理发货的，结果我自己又整了两身衣服。现在龙王他们这里上了很多春装，有喜欢的朋友也可以找龙王和牧尘啊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！我要穿我的新衣服了，你把那件穿起来。